对。姐姐跟弟弟还有妈妈来吃西提牛排。妈妈，你别忘了，还有你自己，不然拍影片的人是谁？哦，对了，还有我。上菜了，这是第一道菜。姐姐，你可以练习拍照啊，拍美食啊，拍美食是需要练习的哦。我也想拍拍照。啊？你？妈，我想拍干净的。这是已经过去了。你要拍谁？弟弟喝南瓜汤，太烫了，等一下再拍啦。太烫了，上了沙拉，然后妈妈的是水果。好，弟弟要帮妈妈拍美照。好，谢谢。弟弟很喜欢吃香蒜面包加南瓜汤。好好，谢谢。你说什么？那他是下一道，你应该一起准备过来的。你吃的汤。好啊好啊。赶紧帮我点一下。牛肉汤。姐姐再看牛肉汤。谢谢。姐姐，你有点好惊慌。上了一个炸物派对拼盘，弟弟好像有吃了一块，你有吃吗？那个快快吃炸鸡那些的，这个都好吃的。进入庆生的环节，九月寿星姐姐，然后还有九月的寿星弟弟，这一位，他也是九。来哦，三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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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谢谢。要拍照拍照要。这是寿星才有的蛋糕。赞哦，姐姐。帮你说好。妈妈在跟弟弟合照。弟弟总是笑眯眯的，他是开心果。有了，好看好看。哇、哦，弟弟你都特别的喜感。上主餐喽，妈妈的是原块牛排，然后姐姐的也是原块牛排，不过还没上。九分熟比较久，妈妈的七分熟，弟弟的是没有。哦，对，九分在这里，谢谢。姐姐，你要什么原味辣味还是海盐？海盐，然后自己加就好了。这个是姐姐跟弟弟最后的餐点了，这是弟弟的，弟弟那里的哦，他、啊、那个，这是姐姐的，好。好好好，啊，弟弟你有位置吗？啊，你那个先吃完再吃啊，好，吃吧，弟弟，快点。寿星哦，哇，你先舔巧克力啊，舔不起来了，那装饰吧，舔不太起来那个。好了，那你直接吃那个吧，不用啊，可以了，快点先吃这个，那个不管它的，那个装饰。那个不是装饰，你看我都包起来了。好了，我是说先吃这个。那是妈妈帮你点的爱心巧克力蛋糕。哦哟，你怎么那么坚持，一定要吃那一圈啊。你这个有好吃的不吃，你一直给我舔那个。哦。哦，好吧。那你慢慢吃吧。